一，你要吃什么菜？你看有这么多个。画文。你看，王瑞坤来这里吃菜，哇，这个要赶快拍。是来这里吃菜，哇，全部都是菜。啊，都是菜呀、啊！你要年糕吗？哦，你这样在做什么？哦，这个菜帮你放在上面，还需要其他的吗？就珍珠香干菜。那你会这样吗？那你会这样吗？没，我最近没啥想要吃菜啊。怎么这样啊？一到四。还需要其他的吗？不用。哦，遇到事还是要坚持哦。今天星期五啊。对啊，今天星期五啊。对哦。干嘛无奈你？我是去跟黄瑞坤去吃迄间和屋，哦，和洪金宝迄间。哦，我们一个人吃了半颗高丽菜嘛。很好啊。吃到后来，整个黄瑞坤讲我不爱吃啊。对啊，我很少看到他说郭婷，我吃饱。那煮菜的分量多吗？猪肉类、啊，还好。其他还好，就是高丽菜特多。那边。他高丽菜不是这样散的哦。对啊。它是整颗哦，然后密，嘿，切半，然后很密哦。加料。好。哇，加料。等一下还没滚，那等下滚滚滚滚开始。你还没配到，你饭就吃完啊。我泡水配料，泡粉配泡菜。你泡水太咸，还配不能靠近。泡菜是在配菜。伊比较配饭。对我来讲。那白饭是叫他们再给，还是自己装啊？不用了，这样洗碗白饭就好。酱油的味道。哦。好重。没事。变成袋子。你喝个雾吗？太好吃了。你喝雾吗？有啊，两层啊。这是不一样啊，这五花啊，一个是那个其他的。培根牛，培根牛，有培根牛。有啊，培根不是只有猪有。